又是早起的一天。Hell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然后今天这是一个跟朋友出门的 vlog。然后今天就是4月7号，星期日。所以现在我们去刷牙洗脸准备。OK， first 我会先拿今天的衣服。This is the top。这是裙子，是那种低腰的，就是What's outfit up。先去冲凉了，好帅呀！美美出门了。This is my boyfriend. See my boyfriend. Bro. 这样不错的。这么 video， 不错了，不错。来来，理解我，理解我。喂。要近视了。Thank you.
啊，上套是吧？火腿通风是吧？对。你要吃那个是吧？是。炒蛋会不会腻那个？它肥不会腻。不会。不会。Hi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Hello, mommy. 我录今天，我已经我上一六了。一七六六六。六六六，一七六六六，一七六六六。你们走开！那什么？我这里上学上，去到一杯手作。不是，我就很帅。帅哥，呜呼，帅哥看我一些。我们不打算吃 ice cream， 喝一口十块。一个是五块，两个三区。bro， 这个虫西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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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不能过的，谢谢。我吃不完整天吃，好吃应该绝对吃得完。这我的，这我的，好吃我的，谢谢。芋圆是手工做的，这也打开呀？还放那个？哇！一起开一三一三，呜！我们现在去看电影，看电影。考虑时间有。来，这是我们正式开始。
可以。我花钱在那边。哎哎，我们两点半，那个被我丢弃的你，我要看，我是爬一级楼梯的，楼梯我爱你。我刚才哭，我是有弟弟弟，他准备。因为你哭，我没有哭，我那时候是看哭的。然后我就跟着他笑，第二次他哭的时候我就笑，然后就飞了。我不可以看到人哭，我越看我越想要笑。